各位旭新科技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旭新科技这次来到了关节镜及膝关节医学会。那大家一定都知道，其实医疗从业人员他们平常的工作是非常忙碌的。那我们这次来到这呢，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工作之余，也能够好好的管理自己平常所赚的辛苦钱。身旁有亲朋好友想要了解旭新科技的话，我们现在接受团报哦。只要你们能够人数达15人以上，那小编就会亲自去跟大家讲解旭新科技的商业模式，以及旭新科技能够替大家带来哪些比传统金融更好的投资体验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